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. Hong Kong 选手闵盛浩在决赛中竟被来自中国安阳的选手方廷浩 KO 击败。虽然是元武道的发源地，但安阳人民已经连续10年没有登上冠军的领奖台。今天他们终于扬眉吐气了。方廷浩先生，今年你终于代表安阳人拿到了世界冠军，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感想？感想？其实我没什么感想，这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。那你下一个目标是哪一个比赛的冠军呢？冠军。 其实我拿什么冠军不重要，但我现在只想战胜一个人。是梦的，是你的，那双青春炙热的眼睛。 在闪躲，跳动着的心，就算逆着光也清晰。下面有请冲海道馆金山大师上台颁奖。等一下，不能把奖颁给他。 今天的比赛结果不能算数，因为我怀疑方廷浩在刚刚的这场决赛当中服用了兴奋剂。行了，安阳人肯定又服用兴奋剂，就和10年前一样。不是，这哪儿来的小丫头片子呀？ 元武道联合会长金一山的女儿金敏珠，这和10年前有什么关系？下来！当然有关系。我不相信安阳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过一个冠军，这个方廷浩一出手就能打败郑浩师兄，所以我要求重新检测他的兴奋剂指标，防止10年前的丑闻重演。我们要一个更公平的赛场，绝不能让违规小人浑水摸鱼。 你们的选手没有拿到冠军，你们的心情我很能理解。但是拿10年前的事情来含沙射影，一点都不尊重选手的个人尊严。这难道就是你们对元武道精神的解释吗？这样的冠军，不要也罢。不送，皮里奥不送。 你儿了不起啊！就是，瞧我爸好样的，这种不拿没不拿也罢。就是，曲向南又是曲向南，我们都10年没拿冠军了，好不容易拿了一次，结果又提出这陈年旧事，到底有完没完呢？讨厌死那个曲向南了，就是因为他让我们整个安阳都丢脸。他不是我父亲，你还敢骗人？你明明就是曲向南的女儿。 就是你那败类父亲曲向南，害得廷浩现在拿不了冠军。他不是我父亲，你们父女就是暗阳的耻辱，滚得越远越好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。你们干什么？秀达师兄，他就是曲向南的女儿，全盛道馆的曲光雅。
救他们父女，害得我们安阳今天在全世界面前丢脸。住手！爷爷，你错了。不管我们安阳今天有没有受到侮辱，他们永远都是安阳的罪人。我真想不明白，怎么还会有道馆愿意收留你们？你们知道什么？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？你又是谁啊？你凭什么管我们的事？我是全盛道馆的姬百草，请你道歉。你们全盛出来不是败类就是 loser， 有什么资格挡在我面前？让开！请你道歉。放手啊！让你放手，你听到没有？我说，请你道歉。快放开啊！对不起。不对，我是败类的女儿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姑娘，啊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不是这样。姑娘。哎，光阳！哎，秦白涛，我记住你了。哎呦，没事吧？光阳，光阳，光阳，你等等我。都说了，我不是曲向南的女儿，你还叫我干什么？光阳，这是师父给你的零花钱，应该要做。我早都和他断绝关系了。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地跟着我呀？你想要做他徒弟也好，女儿也罢，全部